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廷。今天呢，就是我想要来一个化妆挑战。这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化妆吧，因为我平时出门呢，都只会涂一点点口红，或者是唇釉，或者就是完全的不涂，就这样直接素颜的出门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是素颜的状态，就是第一次化妆，我很好奇我自己会化出怎样的妆容。今天呢，我把头发绑起来，就是比较好化一点点，不然你还拍到头发或者是怎样子，可能这个影片会有很多的那种错误的手法，就大家不要介意。平时就是有看一点点那种化妆教学影片，可是你有自己真正的动手去自己上脸试过，所以很好奇会画出怎样的妆容。然后呢，这个影片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没有标记，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，所以就没有标记给大家，就我觉得好用我才标记给大家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呢，我要涂的就是隔离，就用来调节一下自己的肤色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期待又紧张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就拿出这个美妆大挤一点隔离在上面，然后就拍拍眼睛。哦，看不到我自己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上脸试一下吧。然后我在这里呢有放一个镜子，所以我可能一直会往这边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上脸涂一下。OK， 随便拍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随缘吧。一个就是上完隔离过后的效果，然后我们第二步就是上粉底啊，对，应该吧。好，那这个粉底，然后再用我们的美妆蛋再拍拍拍。OK， 拍完了，哇，感觉我自己白了好多。好，那我们的底妆就上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应该就是画眉毛吧。拿出我们的笔，我会被画成是好像蜡笔小新那种眉毛。嗯，我画的是什么鬼？我感觉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用眉刷整理一下，我用一下这个眉刷整理一下眉毛，看会不会有好转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好像涂了，好像涂掉很多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画错了，也不要卸妆，就继续涂就对了。OK， 我们就另外一边，再用眉刷整理一下。好，用眉毛刷完过后就是这样子的。我感觉刷到有一点点浓哎。 OK， 就随便到你哈。然后我们就继续画眼妆。眼妆第一步要画什么啊？我先涂眼影吧，拿出我们的眼影盘。然后呢，眼影盘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几个颜色。然后我打算先用这个浅粉色打底，再用这个深的粉色打完整个眼睛，然后再用这个珠光的白色画卧蚕，还有就中间这里，就我是随便乱乱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用这个浅粉色打底吧。我是用手啊，因为我没有买到那个化妆刷，所以我只能用手啊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始画吧。好，打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眼睛跟这个眼睛的差别。不过你们看到没有？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到，我没有戴眼镜，我现在有一点点粉吧。然后我就继续打这个眼睛啊。好啦，那这个就是打完底的这个有一点点粉粉的这种，随便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深粉色。看化妆教学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就打这个眼头，眼头好像有点奇怪这个名字，眼头跟眼尾这里。好，我们就画画看吧。
好啦，然后画完过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就这里两边有一个深深的粉红。好，我们就去画另外一个眼睛。然后呢，上完那个深粉色就是这样子的，感觉还可以耶，好像还可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去上那个白色的珠光。到现在好像蛮顺利的，就很期待最后成品是怎样。OK， 我们就来画这个白色的。我画了一点点，它就是这样子的效果，就有一点点 bling bling 的白色在这里。我们画另外一个眼睛，OK， 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就继续打这个下眼尾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应该叫卧蚕吧。感觉画到有点奇怪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就直接另外一个眼睛。Oh my god， 有点好像不是很好看了。那个眼影的话就这样子就算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加一下那个眉毛，不是眉毛啊，加一下那个睫毛，然后涂睫毛膏。好，我们要来加睫毛了。好啦，然后我的睫毛呢就加好了，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翘翘的感觉。耶、yeah. ，好，我们就来刷一下睫毛膏。哇哦，哇，这里的睫毛整个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。OK， 我们就刷另外一只眼睛的睫毛。刷了睫毛很好看哎，就是把你眼睛变大，然后把你眼睛变到更有神的感觉。好，就这样，应该可以吧，应该啦。 OK， 那我们就画这个下眉毛。Oh my god， 这个鼻子。好，就这样，就是这里下睫毛有点黑黑的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要卸掉。来来来，好，那我们涂完睫毛过后就是要画眼线了。画错眼线就完蛋了，真的，就你整个眼睛都不能看，妆容都白化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要画眼线了。我不敢下手。好好好，来。好像有点丑，好像有点丑哎，再加深试看。好，画好眼线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不知道这个算美还是算丑啊，好像还可以吧，应该还可以吧。就这样吧。好，另外一只眼睛。Oh my god， 好像这个眼睛比较好看，应该。好吧，那我们的眼线就是这样子吧。好，我们的眼妆就完成了，终于，好感动啊。Oh my god， 我很丑。现在好像就只剩口红了耶，好快啊。好好好，我们来涂口红，涂口红啦。好了，涂完口红就是这样子的。这就是大部分整体的妆容啦，好像还可以耶，就是以第一次化妆来讲啊。可是我觉得就是看那种化妆视频啊，就是他们可以画出真的很美很美的妆容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画到像他们那样吧。他们真的很厉害，慢慢学吧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一个赞。然后有什么要告诉我的话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不要忘记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还有多多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。Yeah， OK， 好，今天这个化妆挑战呢，应该算蛮成功的吧？这样子讲会不会有点自恋？好啦，那这个影片就结束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下次见。
好，拜拜。